Hello， 大家好，我是鹿酱。相信很多人现在都对新型冠状病毒在日本的肆虐感到非常害怕。不瞒大家说，我也是。那也有非常多人一直传讯息问我说，东京现在到底可不可以来？也有很多人关心我说，我怎么一直没有拍影片？之前没有拍是因为我觉得我拍影片之后资讯也会非常的片面，那还不如大家依照自己的需求去看新闻查资料会不会比较好，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拍影片。可是自从疫情爆发至今，不管是台湾也好还是日本也好，都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那也让我开始觉得我身为一位住在日本的台湾 YouTuber 好像也可以分享一下我的观点给大家，我才拍了这支影片。那这支影片不会有太多特效跟音效音乐什么的，大家可以放着就当听我聊天在讲话这样子。现在时间是3月5号的晚上，我在睡前突然有个感觉，就是哎，就是现在了，我可以来拍影片了，所以我就这样架着相机开始拍这个影片。那我先直接讲，可能最多人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日本现在到底适不适合来旅游？我觉得日本现在确实是不适合旅游，尤其是人口集中的地区，例如东京这样子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地方，尤其是上下班的满员电车更是细菌的温床。那除此之外，我觉得旅游最重要就是那一颗享受旅游的心跟期待的心嘛。但是现在疫情严重，我相信大家不管是到哪里玩，应该也都不能玩很安心吧。所以短期要来日本旅游的人呢，我会建议你们放弃这次的旅游，如果之后还有机会的话。毕竟台湾跟日本的距离这么近，等疫情稳定一点来也不迟，而且我相信那时候大家可以更享受在旅游里面。那接下来就正式进入这支影片的主题，就是我身为一个在日台湾人，我对于这次日本疫情延烧的观察和解读。首先，日本人在台湾眼中是一个手把手实、整洁又干净的国家，而这次的防疫处理应该很多台湾人都对日本非常非常的失望。可是事实上，大家对日本的这些印象也都没有错。但疫情会延烧到今天这个局面，我觉得主要可以分为历史因素、不关心国际的时事、安倍的经济政策，还有日本人的民族性这四点。那我就针对这四点跟大家做说明。第一点，历史因素。台湾人经历了2003年令人闻风丧胆的 SARS 嘛，那个时候我也是记忆犹新啊。我应该是国小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都要戴口罩啊，然后喷酒精什么的。那时候身为小孩子的我，其实并没有很大的恐惧感，因为小孩子还什么都不懂嘛。可是长大之后就知道，哦，原来 SARS 那时候是这么可怕的病。然后 SARS 那个时候造成台湾有非常多的病患身亡，对台湾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嘛。也是因为有了 SARS 的惨痛经验，所以台湾的政府跟民间反应都非常的迅速，而且也不会轻忽病毒的威力。那我爸爸也是因为经历过 SARS 的关系，所以他在我们家都会放一定定量的口罩，我们家才免于口罩缺乏之灾。而且我爸爸也没有在这次疫情去跟需要的人抢口罩。我知道爸爸都会看我的影片，其实我是很以爸爸为荣的，因为我记得从小我爸爸是最怕我们家人生病的。那我本来想说在今天这个局面他一定会去抢口罩，结果他竟然没有，然后说要让给需要的人，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感觉。那拉回正题，日本那个时候是没有经历 SARS 的，而且日本距离上次传染病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另外有看到一位在讲中文的日本 YouTuber， 他有跟我们分享日本麻风病的历史教训，我发现影片资讯栏那边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他那里有整更详尽的解释。第二点，与国际情势脱节。我在之前的其他影片就有讲过，日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岛国，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系统、文化、思维，久而久之就有一点和世界脱节的感觉。虽然电视常常都在播放国外的新闻，甚至播放时间比台湾都还来得长，但是无论世界发生什么事，日本都还是独自在运转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强烈。也或许是身边日本人不关心，那我也不关心，觉得跟我自己没有关系。这次的疫情让我这种感受也非常的强烈。文章比较不太一样，是因为他跟我在一起，每天听我分析，才知道病毒会影响的很多嘛。即使他的致死率没有那么高，但却可能会产生后遗症。那也因为传染非常快速的原因，最危险的是会导致医疗系统瘫痪、社会经济崩盘。不然他一开始也是说啊，不就是感冒而已嘛。日本人给我的感觉是，他们觉得非现实和现实是分得很开的。现实，我们所在的这个生活会永远安定，要烦恼的事情只有自己生活的小圈圈，像漫画一样，那些无法掌控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我觉得这可能也跟第一点历史因素有关，就是他们太久没有这样子的事情了，那平常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里没有人会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存在。日本人对于病毒也没有太多防疫经验，很多人到现在都还认为不关我的事，不会传染到我，还是生个病发烧到底紧张什么。因为长久的时间都太和平了，所以他们不习惯去怀疑现有的环境，与国际情势也脱节，所以才轻忽了病毒的危险性。第三个，安倍经济政策。自从安倍上任之后，安倍的经济政策主要着重在访日外国人的消费力上面，大推观光财来振兴日本的经济。
再加上奥运就在眼前，日本已经花了这么多的税金来筹备奥运这件事情，所以要有 guts 直接喊卡是一件有点困难的事情。日本到1月31号才开始禁止中国湖北省的人入境，但是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第四个，日本民族性。那疫情会演变成今天这样，我分成民间跟政府两个来讲。首先民间的部分，开始社群传染最恐怖的就是和歌山县感染后发高烧，吃退烧药，持续帮病人看病的医生，还有已经发烧还是坚持要上班通勤，到处爬爬照的上班族的关系。相信这些对台湾人来说应该是会有点难以置信，为什么要做这种事的感觉。我还记得我在日本刚成为社会人的时候，社会人第一年最重要的事情写着四个大字，就是体调管理，台就看你管理自己的健康状况是自己的责任。身为社会人的基本，你生病代表你是个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人，连自己的健康都没办法负责，要怎么对同事对客户负责？因为自己身体状况不好请假还会造成别人的困扰，所以才会有发烧吞退烧药继续卖命的上班族的存在。甚至有日本的市售感冒药上面直接写献给绝对不能休息的你。那接下来是政府方的话，一开始不将从武汉返台的日本人进行强行隔离，有人说要回家就让他回家，也是基于人道的规定，无法强制进行隔离，而且没有这样的法条嘛。但也因为缺乏经验的关系，没有人敢做决定，才会产生接下来一连串我们台湾人认为荒诞走板的处理方式。那为什么日本会这样做事情呢？这个牵扯到日本的社会体系是无责任体系，就是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关于无责任体系，大家可以直接看好文的影片，我也是放在右上角。好文的影片非常详细的讲述为什么日本人他们会需要 SOP， 以及遇到新的状况就无法快速处理变通的文化。老实说，日本这样的文化也是让我在工作2年就换了3间公司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我真的不习惯日本这种重视极度的集体主义的公司文化。之后我也可以拍影片跟大家分享我在之前公司感到很有违和感的事情，到现在我都还记忆犹新，这个影片就不另外多提了。可是那一波从武汉返台日本要隔离还是可以隔离，只是他们是2个人1间。我觉得以日本人的个性来说，两个即上要住同一个房间，完全贴在一起24小时14天，我觉得可能还没生病他们就已经先忧郁症了。我肚子刚才叫了，要不要吃宵夜？吃了一包薯条三兄弟，因为拍影片我睡前就肚子饿又吃东西了。但是刚才讲了那么多，即使是这样，政府方也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就是北海道的知事铃木直道。在中央开始发布命令之前，北海道就大幅检测确诊新冠肺炎，甚至直接宣布停课一周。铃木知事就说出那一句日本本土中央政府谁都不敢说出的话，结果全部都由我负责。前例のない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ので、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はやりすぎではないかと言われるご批判も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しかしながらそこは政治判断というのは結果が全てでございますから、その結果責任というのは知事が負うわけですから。老实说，我看到这个新闻，还有北海道的后续追踪，还有铃木知事的经历之后，真的有一股想要搬到北海道的冲动。而且在日本这么传统的政治体系下，有这一位愿意为民服务的政治人物，我觉得是北海道人民的福气。我讲到很想哭因为日本的体系其实是非常非常硬的，所以有很多政府官员，他们年纪都是70几岁、60几岁，但是有一位这么年轻，才38岁的政治人物，愿意为民服务到这个程度，就是很感动。我有把他的经历整理的比较详细的报道贴在资讯。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相信你们也会觉得很感动。那日本现在的状况究竟是如何呢？那政府也因为背负之前奥运可能停办的这个公告，终于态度开始积极起来了。中小学停课，呼吁大型活动取消或是延期。虽然这个中间也产生一些民间的反抗问题，但是碍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另外多讲。而民间虽然也有很多卫生纸之乱、卫生棉之乱这种假的谣言满天飞之外，民间企业也有很多公司已经开始实施在宅勤务制度。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就很多人现在都已经是在家里工作。那大型乐园包含三丽鸥、吉普力美术馆、迪士尼乐园，还有大阪环球影城都暂时休园了，还有一些大型的演唱会活动都已经延期或是取消。虽然还是有很大部分的日本人漠不关心啊，但是已经感觉到日本的社会不管是政府民间在这次的事情都有了一点点的改变。其实我也觉得这次的疫情应该会对日本社会的未来产生有非常大的影响，在各个层面的，希望日本可以越来越好。最后就希望疫情可以尽早稳定，大家都可以快点回归平稳的生活。而且日本对我来说就像第二个家啦，希望大家来日本玩的时候都是可以开开心心的，不要担心东担心西。那也希望在看影片的大家要记得多洗手，
戴口罩，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哦。那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今天也看我的影片，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大家再见，拜拜，拜拜喽，晚安，我要卸妆睡觉了，晚安。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